好，我们下一场讲者是林瑞祥啊，他是这个现在正在就读 PhD，那他今天带来的主题是 Highly Performant Data Flow in String Oriented Programming in Rust，那让我们欢迎他。好，我是那个台大的那个 PhD 啦，好，然后我当初做这个专案，其实某部分是因为配合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工作，好，主要是我们这几年，好，大家在用比较 focus 在研究组里，几乎都是围绕在 big data 大资料流，好，机器学习这一类的东西，好，我当初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是在大概是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印象中是 YOLO V4 刚出来的时间点，好，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框架还没有像现在的模型都这么大这么完整，好，基本上你接触到框架基本上都是非常的 ad hoc，好，所以你可能拿下来一个套件就是一个 YOLO V4，好，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东西去用在不同的场域上，好，比如说你可能想用在你自己的资料中心、自己的嵌入式平台。你中间花非常非常多去做所谓的整合的这个工，好，但是你做整合的时候，其实你心中会发现，其实在做整合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在于说，它这个跑一个这么大量资料流的东西，需要用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计算资源，好，像 YOLO 就专门跑什么？跑 GPU 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要去载大量资料，需要用到什么？硬碟嘛，你处理资料用什么？用到当 CPU，对不对？那你资料如果要过网络，哎，又要走 IO，那如果你把这些通信串流在一起，哇，这个就是一团乱。OK，好，那我当初在2018年去设计这个框架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主要是看到 Rust 这个社群，他们提出了一个我算是一个算是一个蛮标新立异的想法。好，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想要去用一套语法上去解决这个 IO 跟计算上的一个整合，那个东西就是 Async。OK。好，async 这个东西在 Rust 当初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要让你去非常容易用非常简便的方式去撰写那种大量的 IO，同时包含计算的这类的任务。好，那基于这个想法呢，好，那我想说去利用这个 Rust 的这个 async 的东西，好，去设计一套框架。好，那我这套框架主要解决问题是这样。好，那因为他要处理的是大资料流，所以大资料流就是说，我会把这些步骤分成，好，这个流程非常多步骤，好，就像这个例子来讲，我今天是提一个餐饮店的例子了，好，就是说我要去出一个汉堡牌，好，一个汉堡的店的这个工作，好，这个工作可以分成很多个不同的阶段，好，不同阶段好会有不同事情要做，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说，第一步，好，你的客户会去跟你下单，对不对？好。客户下完单之后呢，你中间的后台是不是就要有人去负责去烹饪他的这个料理？好，到最后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有人去把这些烹饪好的东西去派发给这些客户？OK，那问题在于说，我要怎么去调度这些东西比较有效率？好，那我提这个例子来讲，其实主要是为了要模拟说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会有资料载入，好，处理资料，好，资料输出。好，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 CPU，不同的计算资源可以用，对不对？好，所以像我们这种写这种程式最简单的做法的时候，好，通常大家第一次写程式用一个最简单的想法的，我们就是写个大回圈嘛，对不对？一个大回圈，从头做到尾，可不可以？OK 吗？好，啊，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用 Rust 语言去写，你可以把它写成像这种形式，好，就是说呢，我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收单的东西，好，写起来的。写起来，然后我下一步去 call 说好，我要去做个汉堡，好，最后再把这个汉堡送出来，好，但是同时一次只有一个人做事情，好，他就是个大回圈，这样子转来转去，好，可是这个做法，如果你仔细想想，好，其实一定有很多很多改进空间嘛，因为基本上你不会去看过数十件是只有一个员工的，对不对？做什么事嘛，对，啊，如果一个员工会发生什么事，好，这个就是我知道的案例了，好，这个在日本那个 Sukiya，好，这个是前几年他们有推行一个人员熟点政策啊，就说啊，我们店呢只要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哦，他扛主菜、扛送餐、扛点单，哦，就变成这样子，好，好，所以如果说我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好变得更有效，
好，去尽量善用我手上的资源，就刚讲了嘛，好，你手上有这么多核心，为什么你只叫一个人做事呢？没道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好，在我们学这种 Computer Science 人，好，一定知道，在数学里有三大法宝，好，其实四大法宝，直接给我删掉了，好，我没有写上去，好，好，第一个什么管线化，第二个平行化，好，第三个非同步化。好，等一下我会去解释这些东西，会在我们这个点餐的这个例子会怎么样去运作，这样子。好，这个东西其实很古老了哈，这个东西其实在1970几80几年，它其实在设计 CPU 其实都想过了。好，好，好，那我先讲管线化是会是怎么样的形式呢？哈，刚讲嘛，哈，一间店如果只有一个员工，哎，那我们就变熟悉了嘛，对，啊，我们不要去当惯老板，我们好一点，好。每个阶段都派一个员工，对不对？好，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起做事嘛。好，前面客户点单下来，马上就送下一个人做，对不对？做完下一个马上就可以服务，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一口气，好，同时有人处理那个客户，有人同时去煮菜，好，有人同时去烹饪嘛，去处理那个算台，好，啊，有人负责去跑外场，对不对？那这样客户的满意度当然会高嘛，因为才不会说一个客人要全部每个客人的餐点都要等。等一个员工把流程全部跑完，对不对？好，但是好，那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用 Rust 的形式写，会变得怎么样的？好，这个地方我是先写传统的做法。好，那等一下我会介绍用我的框架写会是怎么样的做法。好，传统做法，好，这个是原本是一个员工，如果我要变成三个员工，是不是代表说我起码要去生出三个对的、睡的，对不对？三个执行器嘛。所以我做法会怎么做呢？好，我可能就说好啊，我是要分三个人，好，每一个都开个税的，对不对？我就 spawn 一个税出来，好，每个人就是开一个回圈，好，我就是说好，第一个人负责去收单 ，OK， 第二个负责煮菜，好，啊怎么煮菜呢？我就是去拿这个 R 叉，好，那这个 R 叉 T 叉我解释一下，好，它就是一个 Q， 好，就是个管线，好，那前一个人收到单，他就把单子往 T 叉送。好，往一个 Q 的一个头那边送。好，第二个人他就从这个 R 叉那边头那边拿单出来，好，照单去做事情。好，同样道理，他做好汉堡之后呢，就把这个单送到下一个 Q， 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管线化的这个设计里面，好，你会很明显，你会看到他会有三个 worker， 对不对？三个 thread， OK， 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暂存的地方，就是那个 Q。好，好。好好好，所以回头看这张图，所以其实我刚画图，其实有比这张我还特别去标注，这是有一个 Q 嘛，好，因为他们做事可能有快有慢，好，有可能做得快，做得慢，好，可是我刚讲到重点哦，因为如果做事有快有慢，你有什么状况？好，因为这三个工作一看起来，难度显然是不太一样嘛，哦，收单当然很轻松啊，可是做菜感觉，哎，这个很要功，对不对？哦，去过实验打工都知道嘛，你先从外场做，再去做内场。哦，经验老道才去做这边。哦，啊，如果假设这个一样，这个人会累死，对不对？哦，这个人累死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人闲死，对不对？哦，这个闲死都要等那个单。哦，所以那怎么办？哦，所以如果要让这个管线畅通，我们必须还要再引入一个概念，就是平行化。哦，那平行化的想法就是说，我的每一个阶段呢，我必须要派遣适合数量的员工。多少员工当然就是看你的工作的难度而定，对不对？好，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讲，我中间就放三个嘛。好，既然比较难做，那就三个一起做嘛，对不对？好，那后面大家都有事情干，是这样不是很好？好，好。可是那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具体化成我们这个 Rust 程式呢？哇，这个写一次你不会再想写第二次了。好，相信我。好，我就再解释一下。好，第一个，你第一刚才的例子来讲，第一阶段只有一个嘛，对不对？一个 thread 的，好，第二阶段三个 thread 的，第三个阶段两个 thread 的，好，你总要写一加二加五，好，每个都写写写，对，好，那基本上内容都差不多了，好，就是第二阶段嘛，三个人都是拿 burger， 好，只是他的那个拿 Q 的那个尾巴是不一样的，好，OK， 好，那这样的话，这样写法是不是很麻烦？好，这个我打来讲，这个东西可以怎么讲嘛？因为其实刚那段程式码其实重复的地方很多，好。好，那讲到我在进入我们怎么框架前，我还在讲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非同步化。好，那在中国应该是称为异步化了。好，所谓的非同步化就是说，你的工作其实可以做更好的切割，人员可以做更好的调度。
以我这边例子来说，好像这个喷的这件事情，好，它升级可以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什么备料，对，你的肉球拿起来捏起来，对不对？你的蔬菜拿起来切一切，好，切一切之后呢，你把肉拿丢下去炸，好，炸的时候你不用做事情嘛，好，我们不考虑安全性，就是丢下去炸，好，然后再来就是做完炸的时候呢，要把捞起来，好，时间到就把它捞起来做汉堡 ，OK， 好，那炸的中间，哎、欸，其实他没事干嘛，对不对？他其实可以干嘛？我就可以叫他去做别的事嘛，对，所以我需要一个经理好好帮我调度这件事。那这件事怎么办呢？好，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一个经理说，哎、欸，如果你跑到这个阶段，我请你去帮协助这边，先把这边担心掉。时间到了，我就把一个人捞回来，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啊。如果我的 CP 可以这样调度，我这样做事情其实已经效率应该是会更好。好，好，当然前提是不考虑安全性。好，好。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日照形式会怎么做？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sync 会在这里出现的地方。在这里的地方呢，我们刚讲第二阶段是不是会有那个一段是他去休息？好，所以他的写法变什么呢 ？spawn a sync， 好，里面是放一个 future， 对不对？好，一个 a sync move， 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可以 await。await 是什么意思呢？我到那边，我事情如果没做完，我这个 work。会去休息，好，我的经理会叫我把这个工作先丢一边放着，好，我把 CPU 调去做别的事，可不可以？可以，好，其实这个就是 Rust 提供这个 async 的语法的一个魅力在这里，好，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当然啦，照刚才写法，你 coding 功力更厉害，好，这三个 feature 好，什么 pipelining 啊、平行化啊，还有异步化、啊，好，基本上大神都可以写得出来，没有问题，好，但是。我相信啊，就像以前当初发明 C 一样，好 ，C 是很厉害的语言，大神都可以把 C 的写很好，对。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大神也会写出 bug， 对不对？没错，好，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框架，对不对？这框架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好，好，那怎么办呢？好，目标是要把这个东西简化，变得易学易用，所以我主要是要设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样呢？这个左边是原本一个员工的这个写法，好，它就是一样，收单、做菜，好，那个配送，对不对 ？Single thread， 那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架构式？我只要稍作修改，它自动有平行化，它自动有管线化，它自动有非同步化，可不可以？好，其实可以做得到，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程式码的这个范例了，好，好，那我这个做法想法是什么？这边三个步骤嘛，好，我可以告诉他说。第二步呢，我要平行化，好，然后他前后自动帮我塞一个 Q， 自动管线化。最后一步呢，我也是帮他平行化，好，这个里面有几个 worker， 看你几个 CPU， 对不对？你八个 CPU， 我就自动帮你生出八个 worker， 帮你去跑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你也不会一阵一阵跑嘛，你这两个中间有 Q， 中间的第二步、第三步，大家都是同时执行，对不对？好，好，那这件事情如果要怎么达成？好，那我先讲这个东西的详细的这个使用方式。好，这个使用方式就是说，我会去设计一个这种 map， 好，叫 par map。好 ，par map 就跟你们如果是写 Rust 的，大概找 map 的那个 iterator 的用法嘛，对不对？好，它的用法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好，第一个是说，我会先去宣告说，我的这个 Q 要设多大。好，所以 Q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煮菜的人。菜煮完，我是要把东西丢进一个柜子，等那个负责派送去拿，因为派送可能来不及放，对不对？但是那柜子有多大，你要去设定。这个就是这个红字的地方。好，那我行囊就是 default 值啦，我就是帮你算，好不好？好，黄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 factory function， 好，它是负责生工作的。好，这个设计细节我大家讲。好，实际做工作是在橘色的地方。好，橘色的地方是会实际上派送到每一颗 CPU 做事的地方。黄色是负责生成工作的地方，它生成橘色。好，那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个我大家说。好，那这个东西详细的设计大概会是长这样子，这个就是架构图。好，那我就说啊，如果我有一个原本的工作，好，比如说这个是收单嘛，对不对？收单的那个嘛，的那个客户的菜单流嘛，对不对？菜单流我进来要怎么变成这个东西？我基本上这个 Power Map 内部，我会帮你去生成很多个 worker。好，这个 worker 里面呢，我会自动帮你去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你进来的单，好，去塞到这个 Q 里面。我每个 worker 事情做完，我就去 Q 里面拿，做完就我就把资料放进去。
OK，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包起来，它就很像是一个 iterator， 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但是中间要几个人，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对 ，Q 要多大，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所以管线跟平行都帮你做好了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回头讲刚才工厂函数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每一个单进来，我就要去call一次这个function，对不对？这个function谁做呢？你需要一个工厂函数去制造一个工作，我再把Python工作配合一个单去做事情。好，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几个特殊的理由。好，好，就是刚才讲说，我需要工厂函数来制造工作，可是我也许可以不要这样啊，我可以像 iter 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好，这样做其实我发现会有个在设计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样写法其实会有一些 bug。好，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它的图会变像这样。就是说，我不改成工厂函数的，好，我就直接拿一个工作，好不好？你一个单进来，我就复制一份工作下来。好，这个是比较细节，你会发现，哎，事实上你会存在某一类的工作是没办法复制的，这是 loss 语言的限制。OK， 好，你会发现说，哎，我像这个例子来讲，我可能去设计一个工作叫 F1， 好 ，F1 就是一个 closure， 好 ，F1 里面有用到一个东西叫 mutex， 好。当你 F1 有 closure 之后呢，你想办法复制它，你会复制不了，好，这是 mutex 的限制。OK， 好，那我当初这样设计工厂啊，就是为了绕过这个限制。OK， 好，那基于以上的哈，所以我总结以上，我就可以设计一系列家族的各种工作函数，好像原本的 pow map 对不对 ？map 加上平行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还要异步化，可不可以 ？pardon， 可不可以？这两个会有差在哪里的？好 ，pow map 就是你给我一个函数，我一跑就不会休息。好 ，pow map 是我可以跑到一半，我中间去煮菜，好去 pardon， 我可以休息去做别的事。好，这两个差别。好，那这两个通常会用在不同的地方，好像第一个可能用在通常是计算量的部分，第二个可能是用在IO 好，档案读取网路的东西，好啊，这两可以一起用。好，那第三个当然很多细节啊，就是说你可以让它 foldable， 好 foldable 就是说哦，你可能中间会出错，你一出错我就要把其他的 work 全部都停掉。OK， 你也可以试一下这样的东西。好，甚至呢，我可以要求说，我出餐的顺序不一定要照进来单的顺序，这个就是 unordered。好，这个情况很常见嘛，你们常去麦当劳点餐说，哎，我拿到十号，结果十一号的先拿餐，有没有可能？因为十一号的搞的东西比较简单，好，所以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照顺序，好，依据你的需求而定，好，好，所以有了那个 API， 我可以打成像这些特性，好，第一个就是它是宣告式，好，所以宣告式就是说，我只要先写好每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去 execute， 对不对？我只要讲清楚说我要做哪件事情，好，我不需要去处理每一个工作内部的工作跟工作之间的衔接的细节，这个就是宣告式。好，第二个是 futures compatible， 好 ，future 是一个套件，好 ，future 是如果有去写这种异步不非同步程式的话 ，future 是提供很多工具的那东西，好，我的东西可以自动相等，也代表说你用过它，直接无痛升级。好，第三个是迭代式，好，迭代式就是说，我写法就会比较 rusty 的，好。就是不用像那边写回圈回圈回圈 ，OK， 好，好，那我这边直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做像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写什么？好像这个例子来说，我会有一个数字生成器，好，随机数，好，我做一个简单任务，就是我就把这些数字呢全部乘上三，好，再全部加上一，然后我再说呢，算出来如果是偶数的，我才过，奇数的就把它丢掉。就会再把它印出来。好，你可以试想象，如果你以前是用回圈写，会是怎么样子？好，好，如果在我的这个框架里面，它就可以变得很简单了。它的每一步都可以对到一行指令。好，像第一个 repeat 就是这个随机生成器。好，第二个就是我说好，我可以去生成一个平行的这个 map， 对不对？成章的工作。好，我只要 B 乘三写一次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像之前我都要写三次。好，再来，旁这边加一也一样道理。OK， 好，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点是说，有了这框架，好，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这个框架可以提供一种模式。好，这个模式就是说，他的想法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你有一个单进来，你会去派给不同人做不同事，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嫩鸡堡套餐，套餐里面有饮料有薯条。
你不会全部给一个人做吧？对不对？你应该会把薯条都给薯条人台做，饮料给饮料人做，汉堡给汉堡人做，可不可以？所以汉堡有一个人，对不对？好、哦，然后这边饮料有一个人，薯条有一个人，我可以把工作分配给他们，三个同时跑，我在收集。OK， 这个架构我把一个简单的名称叫做 broadcast and zip 啊，不过在学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叫什么 enjoy 那种，反正就是它给我这个 API 可以提供这种功能。好，好，那这个实际上可以怎么写？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一样也是要先生成这个单码，对不对？我这边是个随机数字生成器。好，接下来，好，这个随机数字生成器之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先存在一个变数，所以我就把这东西存在这里头。好，这个东西就代表你目前建立中的工作的阶段。好，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工作直接去串接一个分派工作的功能。好，那我在我这地方怎么写呢？我可以去把这个我原本的这个要工作去接一个 broadcast。好 ，broadcast 就是说我接下来怎么样去做分派。分派给好几个人，好，要几个人呢？我可以在这边注册 ，branch one, branch two, branch three， 注册完成，我就把 build 结束。好，那生完之后呢，我会得到这三个头，对不对？好，这三个头其实就是拿到一样的单。好，我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三个头，好，各自派给不同的工作区，所以一个要乘二处理汉堡，一个要乘三处理薯条，一个要乘五处理那个饮料。OK， 所以在我的写法是，我可以把它通通这样子写出来，好，通通接起来之后呢，最后再把这三个合并。三个合并就是说，哎、欸，我是不是要把这三个每个三台做出来的东西啊，把它合成一个套餐嘛？你要先合起来才可以出给客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Zip 呢，它做的事情就是，它要去等每一节同一个客户，每一个它的里面每一个品项都到齐，我才会去出下一个出它的下一笔资料。OK， 好，所以这边做完之后呢，我就一样，好，我收到单，我就拿到三个资料，好，我再把这个三个资料拿去，好，印出来，好，印出来就是把它拿去做分派 ，OK， 这个很好理解，好，所以有了这个框架，我有没有机会去做在真正的这个资料框架上呢？有，好，在当时我把这个东西拿去写一个 YOLO， 好，不过这个计划现在临时的了，好，所以对，不过在那时候其实是个蛮有趣的尝试，好，这个尝试就是试着说，在我以前去写这个框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模型的，好，我大概讲一下我们初中大招大概会做哪些事，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先从我们通常我们做这种资料处理，我们会有个资料集。好，我们要从资料集去采集你要的资料。好，也许是随机的啦，好，也许是照顺序，好，都有。好，那我采集完之后呢，我就要需要有一个人负责把这个资料的根据他的 ID 去把对应的档案啊、图片啊去把它载出来。所以你会有 IO， 对不对？你 IO 跑出来之后，你把这个资料要送到不同的处理嘛？好，你可能会想说，哎、欸，这个图片太暗了，我把它弄亮点，好不好？所以你可能会有。影像基因增强，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会有说，哎，这个影片里面呢，我会标有哪些框？这框可能弄得不好，我需要做点修改，可不可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分开给另外一个 worker， 好，然后我再把最后呢，我再把这样从收集起来，好，这个有没有很熟悉？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讲的 broadcast and zip， 好，在这一期都会用到，好，然后最后再干嘛？好 model 嘛，对不对？好，跑 model 就是说，好，我试着去从这个。从这个影像里面去找出我要的物件啊，好，或是找出哪个地方是车，好，会有这类的任务，好，这个可以不是一个，可以跑好几个嘛，平行化来的嘛，最后再把结果存起来，好，也是 I/O， 好，这个就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蛮一个做我们大资料的一个安装的时候大致的流程啦、啊，好，那我这边秀的其实就是我们实际上大招的流程可以写成像怎么样，好，那我这边就会比较写的稍微。弱好写的比较深一点，因为这个是为了表现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跟你的工作去做整合的，好，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说，好，我第一件事情要先去选择说我要去拿哪些资料，所以我要去生 ID， 好，那在这里做法是，我可能是有10万笔资料，好，编号0到10万，对不对？我每次从0到10万哪一笔，随机哪一笔。但是我要保证10万笔资料每个都要拿一次，好，我可以怎么做？好，左边扣要读者要时间，我们可以先看图就好。好，第一个就是说，好，我先生
零到十万这样子，好吧？好，这个是九九九九，这个就写错了，没关系。我们好，然后我去把每一批拿去做 shuffle 就是我随便乱排。乱排之后呢，我再把那面纸一个一个拿出来，所以第一个是六七二，第二个三一八七五，拿完第一批，我就拿第二批的下一个数字，好，我就可以做出一个资料 ID 的流，对不对？好，那我做完之后呢，有了这个，它是你就可以拿到一笔一笔的这个 index， 对不对？我就可以把这个 index 送给谁？载资料器嘛，对不对？那载入器会有什么特性？它是跑 IO， 对不对？所以就会出现刚才什么，你需要。就会有人在处理，要去炸东西、煮菜，他没事做。好，跑 I/O 读档也是一样。我读档的时候，其实他的 CPU 是没事做的。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用 async。OK， 好。那我载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些 index 实际转换成图片。好，拿这个图片接下来干嘛？做一些资料处理。那我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使用了刚才这个 broadcast。好，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分派给不同的人。好，分。所以就可以分派的说啊，好，我这个分成 branch one、branch two， 对不对？我就可以把它分成，哎，我一个负责处理图片，一个负责处理它的框，可不可以？好，等等，就是这两个东西虽然是分开的资料，他们可以同时执行。好，分派了之后呢，我再用自己把它合起来，可不可以？好，可以吧？好，合起来之后，我再来就是，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合起来的任务呢，吼，实际去交给一个模型，吼，去帮我跑影像侦测的任务，吼，追踪任务之类的。那影像，哎、欸，如果说假设你手上有好几张 GPU， 哦，你够有钱，我可不可以让它平行化？可以啊，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你张数乘四倍，你的通量叠乘四倍，对不对？这个很吸引人，很吸引人，好，然后最后再 IO， 对不对？好。那再来，最近会有个小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流程图里面，其实总共有两个 I/O 的任务。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载资料的地方，它会有个 I/O。它第二个部分会有个存资料的地方，有另外一个 I/O， 对不对？那我的问题就在说，我要怎么确保说里面的 CPU 会有办法在中间做调度？好，我的这个解法其实非常简单，好，基本上我就是把每个工作丢进 Tokyo。好，如果 Tokyo 是一个你们去跑那个推防不执行的框架嘛，好，在 Tokyo 世界里面，他们全都是任务。好，前面有人做完，我自动帮你叫醒。OK， 这个等到就是自动帮你获得这个 feature。好，好，那这个以上就是我刚讲，这个是我之前实际有再去用在这个资料流的这个任务啊，我那时候试过。应该是在当时啦，我这个资料流的速度应该是打败我看过任何的框架当时的档案。对，现在也许不一定啦，因为好几年了。对对对，对。那如果现在有没有更快，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时间做评测。如果有同学可以来，哦，同事可以帮忙贡献一下，好，很好。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还有包含其他，不过今天我就没有打算讲了哈。比如说，我可以让我的这个 work 好，可以带有状态。比如说，好，你前一张照片进来，你侦测一张图片，你记得这边有一个人。下一张照片进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记住前面有个人，再去决定要不要去匹配下一张照片的人？你就有些记忆，对不对？可不可以？他也可以做这个，好，你会有一些 state，OK，、okay, 好。再来就是你的 string 的 data 可以乱序，对，也可以。好，第三个是另外一种 broadcast 的方式啊，这个我就不去讲了，好不好？好。那再来就是我最后再讲一个稍微比较了，因为其实做这里的这个框架，其实类似的东西很多。好，那我想最有名的应该还是 Rayon 跟这个 Future。OK， 好，这个有人要拍照。好，好，那这个东西 Rayon 其实在那时候在2018也其实就存在了。好，那 Rayon 要处理的东西主要是纯计算的优化的最佳化。OK， 它主要就是做平行化，但是它不处理 I/O。OK， 所以它不会有 async。OK， 哦，它做 future 这个东西呢，它专门处理的是 I/O 的任务，所以它没有平行化，它也没有管线化，但是它可以帮你做很多任务之间的调度。好，有人休息，我就去叫另一个人，基本上就是 future 要做的事情。OK， 好，那我的基本上我设计上就是把这两者的好处合一，好，应有尽有，对不对？好。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的这个做完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群组的一个小结了。好，好，那我这边我的内容就到这一部分，好吧？啊，有兴趣可以去扫这 QR code， 好吧？那有问题的，我可以请现在可以提问，可以可以。有问题的吗？我想要请教，就是这种 pair， 就是 parallel string 的做法，它有办法说可以限制？就是资源的使用率嘛，就是像我们公司比较穷，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这种 parallel stream 运作的时候，需要限制它的 resource 使用率这样。那我想要知道说这可不可以做到？谢谢。它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就是说你可以设定每一个步骤最多只能派多少个 CPU。OK。它可以做到比较粗略的限制 的这个控制了，但是如果你要讲说我要控制整体，最多只能用八个 worker， 好，这个目前还做不到。好，那这个是还在设计当中，如果有什么构想，可以提出来，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回答。然后，那想要请问，那我你刚才说他会自己去侦测说一个 worker 一个 step， 它可以就是哪几个 CPU 最好有这样的功能吗？就我需要自己设定，还是你刚才说，你会帮我设定，你会帮我去找怎样会最好？原则上是自动的，因为它底层其实是 Tokyo，OK，、okay， 它会先帮你开好，OS 上面的那些 thread， 如果有 thread 是空的，它就帮你派；如果没有空，那就是等。OK， 应该就是蛮接近你要提出的这个概念了。好，但是这个看你要做到多少程度控制了。如果因为它现在只能控制到说我数量有几个 worker， 如果你要控制到我要用哪一个 processor，OK，、okay， 这个还不行，这样子。OK， 好，那还对不起追加问，那就是，那可是 Tokyo 是 for async 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我是 sync 的话，就是。对 ，sync 的 function 也好，你问一个好问题，因为 Tokyo 的框架里面，它其实它的 thread pool 其实有分两种，一个就是 for sync， 另一个就是 for async。OK， 所以在刚才那个框架里面，它其实会看你丢的工作是不是 async， 决定你丢到哪个 pool。因为这两个调度方式其实是有差异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那再次掌声鼓励，谢谢我们讲者，谢谢。是我写信给你，你是 NUKR 对不对？你是好，因为你是有寄给我信过。